Hello kids, I'm Uncle Wilson, 蟲蟲哥哥。在影片開始之前呢，好想多謝大家呢，都有睇到我嘅影片啦，有啲朋友仔仲有留言話俾我聽，佢想串啲咩字。咁當中有一個字呢，我想同大家分享嘅，就係有 Polly 姐姐啦，同埋 Matthew 嘅細佬 Moses 都有問到，佢哋都想知道 banana 點樣串喎。其中 Polly 姐姐仲問咗我一個好得意嘅問題， Uncle Wilson，點解呢 banana 入面有咁多個 A 㗎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 banana 點解有咁多個 A 嘅呢個問題呢，我就解答唔到啦。咁但係呢，我可以教各位小朋友點樣去串 banana 喎。Speedy spelling， let's go。 好啦，要串啾啾啾香蕉 banana 其實非常簡單。咁今日 Uncle Wilson 蟲蟲哥哥咧就會介紹兩個嘅方法俾大家去學嘅。第一，我哋會將 banana 分開做兩個嘅部分。那個口訣咧就係、是、爸爸同埋有個女女 nana。咁我哋點樣串呢？首先爸爸個爸 ，OK， 我哋會串做 B 同埋 A， 呢個就係爸爸 ，all right。爸爸有個女女叫做 Nana， 咁跟住咧，我哋只要串得到 Nana 就可以噶咯喎。Na 係一個 Na， 而後面同前面依個 Na 一樣 ，Na 都係 Na。咁所以咧，我哋透過拆開 banana 呢一個字做兩個嘅部分，口訣就係爸爸有個女女叫做 Nana， 佢就會拆開咗做。banana b a n a n a 啦。第二个方法咧，我哋要知道 banana 第一个嘅 beginning sound 系乜嘢，佢嘅第一个音或者第一个英文字母其实就系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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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OK 系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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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嚟嘅 letter b。咁记到 letter b 之后，咁点串啊？等蟲蟲哥哥畫一畫呢條香蕉俾你睇先。咁你見到啦，圖片上面咧有三隻嘅香蕉。第一條蕉，咁似一個 letter A 嘅。第二條蕉，佢同樣都係一條蕉，咁所以佢同樣都係 letter A。而第三條蕉，佢亦係一條蕉，咁同前面一樣。都是 letter A。 我知 banana 是 B A A A。 嘟嘟，不是，当然不是那么简单啦。 OK， 那我们知道呢，三条香蕉都是叫 A 之后呢，其实就很简单的了。那听一听蟲蟲哥哥讲的这个口诀啦。我们第一个音是 B， letter B， B B， 跟着就是 A andA and A， 再嚟多次 B A and A and A， 就係 B A and A and A 啦。OK， 咁今日蟲蟲哥哥咧就教咗小朋友兩個方法去串 banana。第一個就係爸爸同女女 nana banana， 第二個就係 B A and A and A。咁唔知小朋友你哋鍾意邊一個方法多啲呢？留言話俾我聽啦。如果你都想話俾我聽有啲咩字你想學嘅，歡迎留言話埋俾我聽。拜拜。